你回来了。嗯。你晚餐吃了没？要帮你热宵夜。好啊。那你先洗澡吧，出来刚好可以吃。跟你们说一下啊，今天的戏啊走位跟上次差不多，那只是说情境上是跟上次相反过来的。相反。对对对，然后你们现在试一下。好。好。好，开始。小安，拜托你留下来嘛，为了我。我一定要走。小安。嗯，很好，大概就是这个感觉。现在我们家就正式开始。好。真的。我觉得啊，你最后被他撞的那一下，笑容可以再可爱一点，然后会一路特写你。OK OK， 好好 OK 哦。那你们好了吗？好了。现在转身。好，走。撞这里刚刚。撞这里。对啊。不会太痛。我觉得可以大力。好。是在那边。啊对。谢谢阿信，走，我们去找他。来，快快。小黑哥哥。哎。哇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悠悠说想要看你们话剧社的活动。悠悠，你作业都写完了吗？爸爸说功课写完才可以出来。哇，真好乖哦你。我等一下可以看你表演吗？当然好啊。那你演什么？我演超人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小黑我先借走了啊。你们旁边先休息一下，不要站着不动。知道啦。来哦，我们换个角度好了，就是等一下往这边行 ，OK？ 好。好，那我们正式来一次哦。真的要亲哦，刚不是说借位而已吗？这样才有效果啊。可是你是女生呢。我都不计较，你计较什么啊？可是，你再这么啰嗦，我等下就主动亲你。来哦，正式哦，来，开始 ，Action！ 小安。有未成年少女在，谢谢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这个给你，这个奶茶给你，谢谢。还以为你们回家嘞，还要跑去买饮料。刚才妨碍到你们，有点过意不去，这是赔礼。其实我松了一口气，我想真要借位来。小飞哥哥。哇，悠悠。我今天还一定要感谢爸爸付钱的。谢谢悠悠，我刚快渴死了。我们一起去玩大跳涧吧。好，走。先等我好吗？好。来，吃。够好的。啊！小飞哥，你要关呢？好啊，你跟我比赛吗？要啊。好。你看看。小飞哥哥，你好矮哟、哦。我比你高了，好不好？在干嘛？怎样啊？在讲坏话？干嘛？到这吧。要不要我？对啊。哎，你问说，行不行？不是，好好说。我叫你们，哎，没事，你们比较小心一点。没事，悠悠，悠悠，不要帮着外人啊。被扇成一个小丑，干掉！靠！一整个一家人放闪的 feel，bling bling。可以吗？这一切？是要看到 BL 了吗？一整一
错哎，有机会哦。快点啊！要破上次记录，要破上次记录！快点啊！别再急了，慢点。好，好，你帮我拿去，快快。忘了吗？耶、yeah! ！爸爸，你一直跑错，我们一定会输的。还不会嘞，我是小飞哥哥、啊。对啊，就我们一定要打第一名。